应该说，把原来非常崇高的斗争目标，就是要反贪腐啊，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政府啊，要改变这个国家，把它降低到只是为了要夺权，非常非常以利益为唯一的标准。当初，505和回教党结盟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说服我们华人，说他是福利国，并不是回教国等等的，这个已经揭穿了。现在把老马拉过来做他们的盟主，而且是指定如果胜利过后的首相，这个就完全失去了那个道德制高点，moral ground。因为老马是他们过去这么多年，尤其是林吉祥，把他誉为是马来西亚一切腐败的开始，始作俑者就是老马。他破坏了司法制度，他破坏了这个公民、自由、民主，所有的制度都在老马的时代被破坏，尤其是司法。司法危机的时候怎么开除我们的联邦大法官等等的，茅草行动。当然，当时还有很多，他们所谓的弊案，包括炒外汇亏损的钱啊，那个是 MBF 嘛，马坡银行的这些丑案啊，一大票的东西，而且我还记得刚刚Najib 做首相的时候，行动党尤其是林吉祥，还不断的强调。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老马回潮，他们不要马哈迪主义再出现，Mahathirism，包括东马沙巴的这个 IC 计划啊等等的数不尽的，然后他们谩骂了老马这么多年，今天忽然之间你要塑造他成为一个救国者，啊，这么老的人出来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救这个国家，你很难说服我们的，尤其是年轻的。你可以看到的就是，西蒙今天所提交出来的最高领导层，并不能够让人们看到希望。你把老马和安华，当然现在又是他的太太代理，又是这两个人回来马来西亚的最主流的政治里面，难道整个国家就是这两家人的吗？马哈蒂家属和安华，这两大世家的吗？没有别人的吗？就是同样的这批人呢、林吉祥，到我今天40多岁了，还是这一批人在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。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子走下去，我们看不到希望。你们有的想法，你们有的创意已经过时，并不是我们年轻人要看到的。我相信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希望看到一个全新的时代，一个真正会。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我们年轻人都看不到方向，所以我们有更大胆的想法，更大胆的改革，我们要看到，不要再给我那种政治术语，empty promises 啊，已经够了，10年了，整个深州啊，70%的人民都居住在福隆一带，所以很多社团也在福隆。所以活动大部分都在福隆，所以当时没有迹象显示我是去福隆竞选的，但后来经营久了过后，党内就决定说你就留在福隆，就竞选福隆。那么我感觉到福隆，第一，它并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堡垒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自从1982年李三春拿下福隆以后。他就成为一个摇摆国会，你拿两届，我拿两届，你拿两届，我拿两届。马华也曾经2万票过万票胜利的，行动党也过万票胜利，所以过万票胜利并不代表这些人都是支持你。我们看起来，福隆的中间选民还是占大部分，两边都有自己的基本票。那么。福隆过去这两届啊，2008年和2013年来了两个不同的
国议员，第一个是 Fernandez，你去问芙蓉，很多人都不认识他，也不记得他是谁，他就是308海啸上来的议员，无端端中选，中选过就消失，5年里面也没有服务国会，也没有表现，陆兆福自己承认的，他在一个专访里面他承认，哦，就因为这个 Fernandez 表现太差了，所以换掉了。所以就陆兆福自己来打，陆兆福来打了过后，当然一贯的做法，反对党就会告诉选民，我不是政府，所以我做不到这些东西的，这些东西还是要找政府去做的。无论是选民面对的一些任何的奇难杂症，我州议员也做不到，国会议员也做不到，然后也不断的告诉选民，我们作为国会议员的职责是在国会辩论。啊，这个我绝对赞成。一名国会议员，他的责任就是开国会的时候出席国会，参与辩论。啊，但是我要提醒，这些反对党的议员，马来西亚的国会并不像澳大利亚的国会，澳大利亚的国会是全年开会的，所以是全职的国会议员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国会里面，有房间全部。上weekend 才回去选区服务的，所以就算是这样，他们 weekend 还是回选区服务的哦。但是我们一年才开3次国会，每一次开国会最多1个月多。好了，给你加起来4个月，好不好？那你那8个月，我想请位尊贵的国会议员，你在干什么？这8个月，你如果连这8个月不回去选区走动，不去解决民困，那你干什么？国会没有开呀。你的职责原本就应该回到选区，因为虽然你并不是政府的议员，你是普通的国会议员，但你想想看，一个国会议员把一个事情带到去任何的政府部门，任何政府部门要处理这个事情，肯定，处理的方式好过一个普通的市民走上去，你是代议士啊，就好像我们在开国会期间啊，很多国会议员都会拿一些问题来。比如我的话，是处理学校的问题啊，这个申请怎么样啊，这个转校怎么样啊，帮忙啊，像我们一定尽快处理啊。5年了，踪影都没有看过。他属下的3个州议员，除了尼赖那个阿鲁库玛比较常常看到走动，另外的城乡跟罗巴是名字都叫不出来的，尤其是罗巴。所以这些反对党议员既换不了政府，又做不了服务。我觉得我们就平平白白的过了10年，都在一片的大集会呀、这种政治动荡当中度过了。但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，我的地方的事情没有人帮我处理，没有人帮我伸张正义去，不要说伸张正义这么夸张的东西，一些基本的东西，如果周议员写信，如果周议员打电话，如果周议员请走政府部门，比一般的老百姓来得更强。你们做了吗？所以我不断的告诉现在的选民啊，不单单是芙蓉啊，全国的，如果这个议员再来寻求蝉联，就应该问问他，你过去5年告诉我们你做了什么？交功课的时候啊，很简单啊，没有谩骂你啊，你们也应该准备好，把你们的功课交出来。过去的5年，每当我们提这个，他们就问，那你马化做了什么？你奇怪一点，你当议员呢，又不是我当议员呢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不是对等的两个议员，是你当了5年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们虽然没有议员，但是我们做了很多，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做了什么。改变芙蓉，计划芙蓉和激活芙蓉，而且我不断的把芙蓉推荐给世界。我们请中国大使来到尼赖了，去年的团拜，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电视台，台湾的客家电视台。歌手，包括这个综艺玩得很大，这些都来到，并不是要做什么，就是要把芙蓉推荐出去。好像吴宗宪来到啊，他带着8位艺人，我跟他们吃饭了，没有一位来过芙蓉，也没有一位听过芙蓉，他们来了，这个是第6次来拍摄，来的都是吉隆坡、马六甲、柔佛、槟城。这些地方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芙蓉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如果没有人去推动牵线，
那为什么人家会选择来佛罗门？没有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好的事情，很多美好的事情需要有人去推动。所以我很愿意成为这个推手，而且并不是讲而已。过去这2、3年，已经推动了很多，包括我的钉钉市集、你来市集，啊，这些都是让不单单是世界啦，先说让马来西亚人看到佛罗。你看，比如我的钉钉市集，我们去到很多地方，从马六甲、柔佛、关丹，像那天我们的村民讲，现在我出去外面了，不用告诉人家我是来自佛罗的，我告诉人家我来自文丁。哦，我们知道了，钉钉市集要加倍的工作，人家给了你委托，你终于进入了国会，总不能happy。那叫什么 honeymoon 3年，最后那2年要大选了才来工作，总不能这样。而且要开创新的格局嘛，你要打开新的时代嘛，新的世代嘛，应该有更多的，所以那个工作量会加倍，所以没有什么改变，跟现在没有什么改变，可能会更加的忙碌，输了就无关一身轻咯。找回自己的时间，找回对自己好一点的身体好一点的生活方式。对家里人公平一点，对自己的嗜好，我觉得你得到的反正是很多很多，当然这个个人的了，你选中了你就是民众的，只是这样的分别而已。我是非常努力的在我的选区经营，相信芙蓉人都看得到，我们的华团都看得到一些。不稳定的因素包括你刚才讲的，一些年轻人回来呀，他们都是常年接受行动党的资讯啊，或者一些网媒的报道的，这些是已经铁了心的，他完全也不去听的，这些不稳定性的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。那你如果问我在当地的马来人、印度人的华人，很有信心，他们这一次对于我们的支持率。一定会加大，所以还有很多不稳定性，所以没有人敢夸口说它有多少，但是至于那些开赌盘的，我们上次也试过，因为赌盘而影响选情，当然也是有的，但这个我控制不了，只是说，我希望更多人看到政治并不是5年投一次票，政治是投了票过后的那5年。他可以处理很多事情，并不是拿来寒爽。投了票过后，台前的候选人回回期过去的5年，我们自己各自要面对问题，所以接下来那5年才重要。